你假设你的起心动念呢、啊，只要有动到一个萎靡，你所有的核心价值一定都是崩垮的啊。所以一定要记得，所有的人呢、啊，骗不了就是骗不了你自己的心，自己的心是柔软的，是真正的呢，为了佛法，为了众生，这才是我们今日呢最重要的，会从整个阿弥陀经，那我们也从这个阿弥陀经啊，也就是透过我们这一本量子佛法人体图书馆大藏经啊，人体顾名思义就是从我们自身，每一个人类呢都有这一个特别的，就是我们有思想，我们有观念，我们有特别的什么，就是这个肉体可以容纳我们的起心动念。所以为什么人类的大脑它有如此的特别，就是它能够呢藏风纳气啊，这个风就是我们的一呼一吸都没有离开到我们自身了，气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摒气习性个性。所以呢，您了解到人是点点滴滴来做转换的，可是相对的，你的生命的业果，也就是现在造成你生病痛苦，你既然要点点滴滴去改变，所以你也要去承受你身体呢，因为呢旧业未了新业又到的时候，这个时间我们要如何真正的去抓到，也就是一个平衡了。所以我们的机体和身心，你看就像一个超人一样哦，对，他一定要什么走过这个窄门啊。什么叫窄门呢？它并不是安逸的哦。我们要学什么？学懒惰很容易，你要学精进的话呢非常困难的。这是一个非常什么无情，但是它带来的生命其实它是最实际的。我们只要呢走过，就像熬过之后呢，任何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了知一心啊。所以这就是我们什么，我们的世秋特别，它的特别点是那种固执啊，那种固执。因为我们身为人一定要光明磊落啊，所以你可以看哦，假设呢我每次都说啊好了没有关系了，就是懒散久了之后，每一个人会因为这个懒散，到后来你每一个当下呼吸，我们在断口气的时候，其实你还是要提起正念的，对不对？为什么？因为我们会在一个弥留里面，因为我们自身本身有一个所谓的这个积水的脑啊，这个会随着我们的人类的习性。所以为什么人类的习性呢，我们从这个人体里面，从万法为心，可是这个心归何处啊？归何处？那佛经里面呢，也就是从这个一方明里面让我们了解到呢，您在期许或者是在要求别人的时候呢，其实自己的严重的过啊，造成呢我们无法让自己呢真正的放松，跟真正的看破放下。放松不是只是肉体的放松，是你的念头，是你的念头呢，你随时呢完全呢挂在一个当下的一个精进，只有在死亡那一刻你才能够真正的放下来。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呢让一个人从大脑中脑到小脑啊，这里有大脑中脑小脑，代表那三千大千的世界，其实都没有离开我们人类的基底和神经，这个基础的就只有当人我们才能够检视到的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呢，身为人的确非常的特别。我们也看到呢很深沉的，为什么我们不管现在你有多有能力，多有名，多有钱啊，多有这个时间啊，甚至你常常很容易自己去放松，你还没有经过真正的寒彻骨，大太阳，或者是呢常年呢不断的下雨啊，不断的呢这个是风起云涌，好，你可以看你的心，你的情绪。所以呢没有走过，我们无法去严谨的检视自己的时候，其实应该要让自己真正的呢了解到，真的是人生难得。所以我们只能让我们这个肉体真正的在操练的当中，合理的是训练，不合理的是磨练。你的心每个当下都能够保持在这个心态，慢慢的你就会了解到为什么普贤王呢，他就是因为能够从每一个当下当中，就像一个菩萨果位，又要精进啊，就像声闻，但是又要行菩萨道，所以他能够学到什么，
礼赞诸佛的心。相对的，我们也是，我们有这份心的话，你会感觉上自己的额月呢，常常会保持在一个清净的当下。尤其是在走路快速的时候，你才能够将自身能够在最深层的从我们的脚下，因为脚下整个的坐骨你要稳，你一定要让我们透过这个脚趾头每一个地方都真正的走过之后，您才能够去了解的。所以这是礼敬诸佛的而言。第二个是称赞如来，你称赞的时候呢，你要口里一致，口跟内，口内一致。我发现到一个单位里面，真的是出了一个，就是你的负向是躲在背后里面，是很可怕的。真的，你一个团队要起来的时候呢，就像西方极乐佛国、西方极乐世界哦，真的你又很勇猛精进，可是你根本做不到的时候，你会拖下来。脱下人的时候你还自以为是，这是很危险的。我就看到其实一个真正的团队呢，真正的能够入心的话呢，和谐，再来呢一定是勇猛精进。要不然为什么佛寺里面都叫大雄宝殿，它不是叫做浪漫宝殿，绝对不是你想象的浪漫，还是用话说的，那不可能的。你连基本的经你拉不下，到后来你拉得下之后，你还要再去检视你用多久的时间了，你浪费那么多生命当中，是不是我们也应该是要好好的去反观内照每一个步骤。人的确是有，所以相对我们在念佛的时候，刚开始是没有办法去专注的你专注到每一个当下的时候，你会起这种很无明，这种无明的恐惧不安啊，其实你要严谨的去看待自己了并不是呢每一个人呢都要在你的旁边去检视你的话，其实你也是真的是没有办法让自己随时保持在一个非常清明跟如如不动的心了会在意别人的对你的关照观望其实这个都还是在下士丘里面的对立你觉得说人只要注意你，人只要在意你的话，你这样子是无法进入到我们真正的清净的佛果。看是很容易进入的，但是人家的心性随时随地在最深层的地方，它是没有办法让你了解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严谨的看自己，这就是在我们最深的地方，在我们的内业。所以为什么我们内外一致的话呢？我们赞叹人是从内赞叹出来的，并不是嘴巴像风吹的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是我们能够身为人类最重要的，都是在它的中间中央这个老中叶所以我们呢，怎么去广修供养？你假设呢，凡事呢，做任何事情，我们在做分析的时候，我们是否每一个当下都是会用一颗真正清净的心，我们没有太多的一个假设。你太多的结构的假设的话呢，我们往往会犯入自己呢狂乱的这个独头意识而且我们在这个过程的当中，自己内心里面其实在做更深层的这种对立这种对立其实我们人活着，你可以从日常生活的当中，我们基本上的一个想法跟念头都能够呢在一个和谐的次第，但是又能够去看自己是压抑着还是自己不明白的当中，就是盲从的，就像有时候我们的迷走神经都是像吃食物一样在喷门，跟幽门就不一样了，你随时都是非常忧虑的焦惧的恐惧害怕不安。所以你要说能够去广修供养，那份供养的心每一个当下你都能够做到的话，你的枕业会开。枕业会开的特色是什么？不会用你的眼根来看人，你会用真正的因缘和合的心，你会看什么事情的时候该是积极，什么时候该是放下。你连积极都没有去冲刺过，你连真正的放下也都没有去做，你认为说自己可以达到中庸，这是非常危险的。一定要走过实证过，才能够真正的觉得自己是否在这个生命里面要用功的在哪里。所以这是整夜从眼睛看出来的。所以我们要忏悔业障的心我们从此刻，你只要每个当下，尤其呢你的内在的一个真正的自信跟骄傲的心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因为我们在随时看自己，你会有一种对不起，真的很惭愧的这样子内在内在常常是一种会往内看的，
绝对不会说哦，我好累哦， 我就是这样子就好了。你看这种心态跟他的内在外在就这样子，那内在还得了？所以我们总会觉得说，看别人99%都是这样子，自己为什么要这么样辛苦？好，所以你假设深入到更深层的经历论，人生短短的100年当中，你真的理解，我们真正的安逸很快的哦，非常快的哦。所以这一条是一个呢，虽是最大公约的孤独的路，但是它不孤独的，为什么？因为它内在非常非常的了解。这种了解是你一定要透过在平常当中一定要心许经典，而且要多听经闻法，所以这个忏悔的心我们才能够让真正的呢进入到我们的丘脑，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个脑岛，也就是我们呢整个世修当中还有更里面的叫做间脑，这个起心动念呢都一定要从我们的基底核来反映出来的。所以我们会有一种忏悔的心，会常常会懂得随喜来做功德了。这个功德的心会在不落思量当中慢慢的，你会观人，你会观自己观得很深。这个人因为你自己假设观自己不深的时候，你会看这个人你看不真，所以你对他好或他现在对你不好或他对你怎么样，其实你会随着他的情绪不对的。你假设心量是对，那个人对你不好的话，你大概就可以了解了。在中间一定是有这个能量干扰。假设你的心量都是这样子对的，他也都是这样子对你，因为他是一个镜像神经眼，就是如此的平静啊，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原来这就是什么？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秋，因为它的一秋一秋的代表的过程当中，你看是一秋一秋，就像我们在走路的时候，两只脚趴在地上的时候呢，人哦，就是这个太聪明了，所以你可以看我们眼睛呢一高起来之后是地是不平的哦，可是你往内就是真正的呢顺服下来的时候，看地是平的，而且你还是往真正的往我们的脚趾头往下看去之后哦，所以我们的丘脑非常特别，因为它要跟这个中脑在更深层的里面的间脑，所以它要勤转法轮的时候，就是说我们里面的细胞它要随着我们如何呢真正的透过一种忏悔之后，它会发自内心的去感恩，会随喜，所以那个感恩的功德都是在清净。所以我们启动的时候呢，常常会在一个中论跟中庸，什么时候要积极，什么时候要很慢，自己随时都非常的清楚的，非常清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要从每一个当下请佛注视。佛虽然呢已经离我们有2566年，可是因为他的每个当下都唤醒我们，就是他在曾经在印度注视的时候呢，他的注视所有的这一些透过弟子所叙述出来的文字，他从来也不会说让自己呢都是这么安稳。你看他在那个印度电视剧里面当中这里上座部座的所以我们可以了解到呢，他们的生活是非常的清幽，这种清幽是他们每天呢吃饭托钵的时间就够长了。人在一个真正的攀援外援越来越少，越能够呢安住下来，又能够清明每一个时候都是淡泊再来呢完全没有名利的时候，你智慧就会出来了，你智慧就会出来了，这种智慧呢你会让自己探究更深。所以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说，佛为什么一定要让我们好好的学习他的精神，因为这个巧脑呢会透过每一个当下会让我们一段一段的机会，而且会回光反照，在精准的时候再看自己是否能够真正的明白所以我们也今天也看到什么？看到长水佛学呢，就是在我们每一个脊椎的脑脊髓翼的核心价值会回来，所以我们就会跟大众比较容易合在一起的人，你就会慢慢看到呢，这个世代里面从来不会让我们有更多的害怕，而且这个时候我们只要从每一个当下呢，能够透过什么？透过人跟人的互动，你要去觉察，你是不是能够在恒顺众生当中？现在呢，大家有目的的对你好，等到真的发生问题的时候，你能够去容忍吗？所以这就是师父为什么在修行的当中，都希望你们能够要以真正的重用跟平常要不然会发生问题的。好，所以呢，因为
你们走过的路太短了，啊，太短了，啊，太短了，啊，所以希望说我们在这边呢、啊，人已经并不是你们想象的了哈、啊，所以一定要记得，人为什么会人家对你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会顺服。人家在看你，在嫌你，在知道说你开始在掉下去的时候，你为什么会像刺猬一样呢？就是因为你从来没有好好的呢了解到世间本来就是一个幻象的，你只有在积极的当中，你才能够找到真相的哦。所以我们的什么交感神经，你会真正的放松，真正的放松，那个大气，那个讲话，那个真正的为人的那份心的积极啊，所以我们就会普接回向。所以这时候我们的交感跟副交感该什么时候踩刹车，快速跑的时候，你的膝盖你要怎么去做停看停啊，该是那爬坡的时候，你怎么去做一个最好的一个积极步履一样是轻安的，但是它的加压的速度就要透过你的十根脚趾头，还是透过你的脚后跟的时候，是放平还是放斜的，这个都是要用心来经验的。好，感恩我们近日呢透过这个阿弥陀经，无非就是要让我们更精准的了解到呢普贤王如来。好，我们一定要打普贤王如来，打菩萨的话找不到的哦。普贤王如来因为他已经是东方成就的了，所以他最后说一句什么，导归西方极乐世界，这是不可思议的哦。在东方呢这样子的一个门槛，你可以看在华严经的世界啊，普贤王如来呢他是骑着那个六白眼大象啊，所以他的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都是如此的什么脚步非常平稳的。好，所以我是希望说透过呢每一个当下，我们用赞叹你的心，到后来你还是一定要什么，一定要随时回观到自身来。因为任何的语言不管是赞叹还是责骂，其实都是在看你的心是不是能够真正有大气，真正的能够运行出来，哎，这就是普贤王如来了。好，我们今日感恩呢透过呢普贤王如来让我们了解到呢整个人类呢它的特别就是在它的额叶啊，他的顶业，他的颞业，他的枕业，其实呢从事，所以事当中一定会有一个金字塔中间啊，所以会成为山啊，山，所以呢事一定会生八，所以我们也了解到呢为什么佛经里面我们透过在念佛的时候一定要每一个当下从身口意当中到后来你一定要中庸，我们重新开口为无量光无量寿，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当下你的那一个心是否能够非常维系的去检视，我们同声开口为我们生命再创真正的佛光，也就是阿弥陀佛，我们开口叩钟，背后的万姓万灵即十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众片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集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吉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寿，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之念，愿本身睡骨在所不惜，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于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同声开口，回到自身，圆妥妥的放光起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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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我们再次的为自己呢，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都能够完全欢喜、悲伤，其实都是在让你看是否你的世丘里面都能够完全的明了，但是这明了绝对不是独头的哦，这个要再严格的检视，就是要真正要有经验实证去走过了，
所以我们为生活体呢，真的一切完全呢能够回归净土，每一个当下就是在心里面了。我们同时开口为净土叩咒，背后的万姓万灵即使方法界众生开悟成就正片无上正等正觉，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能够遇到善知识，会善知识，集善知识于一处，将真理正法传遍整个虚空，将长极光的国度降临在人间，就如同行驶在天上一样，并转换自身的神经、血液、细胞、染色体、DNA、RNA、基因、原子、原子核、质子、电子、中子、微中子、微子、量子、光子、超光子，乃至于星星之光等所有结构，转换成无量光、无量色。感恩再感恩，无限的感恩。弟子是众愿之念，愿粉身碎骨，在所不惜，法身遍满虚空，承担于一切，只愿成就大众。阿弥陀佛。我们再次的发自内心的觉悟清净不生不灭，集中在每一个点当下，以发愿经发愿，当发愿当中呢，其实当下西方佛国都合一的，我们同声开口放光合一，也将我们十方法界众生、白净家人以及我们的常随众未来佛都能够蒙佛接引，在临终这一刻了解到呢，真正的看破放下是世间的一个经验跟体验的。感恩所有的一切，让我们再次的回归净土，放光起诵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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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感恩，我们将今日的主播转。